的时候会遇到的一些问题，然后呢帮大家解决一下这些问题，给出一些小 tips。 其实我觉得啊，就是大家如果在夏天化妆的时候要记住四个字，过犹不及。因为我觉得如果夏天你们待在那种空调机里面还好啊，如果只要是跑到马路上稍微走一圈回来，这种妆肯定脱了，脸上本来已经就是被太阳晒又出油又出汗，然后这个时候你再用很多很多的产品，这种感觉肯定不舒服，而且还会加重一点的负担。其实夏天这个底妆的选择以及其他的步骤的省略是整个妆容的关键，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画一个夏季补妆，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夏天我们需要注意哪些步骤。那我们上底妆之前呢，还是要先来做个防晒。虽然今天我们这个妆呢是夏日减负妆，对不对？但是再怎么减负，你这个防晒这个步骤还是很重要啊。那我们今天先用这个兰蔻的防晒。防晒呢，其实涂脸的时候要顺着你的方向这样涂，有的防晒它是会成膜的嘛。好了，我们现在防晒这里涂完了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用一个粉底液。今天我们用的这瓶粉底液呢是兰蔻时装粉底液，就是我是一个大庆油田，大家都知道。然后我夏天就会出油，出的特别的厉害。而一般性的粉底液就是上完妆之后，出去逛大概一两个小时，特别是在太阳底下这种情况，就基本上就已经花了。到了四五个小时之后，你脸上就出油，然后你再一搓，这个上面就搓泥啊，特别恶心，特别恶心。然后这瓶粉底液我是从去年开始用的，那我们先上脸试一下兰蔻的效果。好了，然后这个妆面就现在已经上完了嘛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细节的部分。就整体我觉得它这个妆上很轻薄，我之前吃火锅的时候其实就有用到这个粉底液，但是我本来是以为啊，就是因为吃火锅，所以就是对这个粉底液抱什么期望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就吃完火锅之后发现，就是这个油啊虽然出来了，但是我稍微上拍一拍就没有了，特别厉害。然后我觉得在脸上的话就是看不出它这个质地的感觉嘛，所以我在手上再给大家试一下，看看它的流动性啊。就这瓶粉底液其实它流动性不是算那种粉底液里面特别强的那种，就属于中等偏上吧，就是它是能稍微流一点，但是也不是那种非常硅感那种，就是你摸上去它不会就是非常黏，就有些粉底液它就非常黏嘛，这瓶不会特别好。但是呢，因为我之前不是发痘痘嘛，就发的特别厉害，然后那一段时间真的是特别深，你们懂吧，你们都看到过我那个时候的样子。但是我最近想状态其实已经好了很多，但其实还是有一点，就可以拉近给你们看一下。就你们看这边，就下巴这边我发了一颗巨大无比的痘痘，然后就这颗痘痘特别明显。但就兰蔻这瓶粉底液嘛，它虽然特别轻盈，但是它遮瑕力度特别强，所以我觉得可以用它叠加两层在这个痘痘这边，然后就可以直接把这个痘印遮掉，没有什么事情。接下来我们画一个眼影，眼影的部分一定要弱化，千万要弱化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就选了一个特别日常的眼影盘，给大家看一下啊，就是这一款 LVDK 他们新出的那个 Naked 系列的新的眼影盘。然后呢，颜色呢就是这个样子的，是一个非常就是自然的大红色系，然后当中还有一个这个今年很流行的磨砂红色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可以稍微用一点点这个磨砂红色，然后搭配其他的大地色系的这样的一个颜色，稍微给这个眼部加深一下轮廓就可以了。OK， 刷子。买的红松鼠王的刷子很贵，所以我们强调一下，炫耀一下。然后眼影的话，我们先用一个颜色答案，先用头上红色做个答案。好了，现在这个打底已经完成了，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比较深的红色，没有很重。那我们就接下来把红色靠近眼睛的地方，然后再往上面，然后再往脸上稍微加一点。颜色呢，就是一个冷调，有点偏黑红色的那种红的感觉。但我今天呢，不会涂的特别深。
这样轻盈。